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厨师乃恒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的 Cookie 到你家，那我们去谁家嘞？走，跟着我来看看吧。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我们是 Cookie 到你家。Hello， 请进，请进。嗨。嗨。哇，那是妹妹吗？弟弟。妹妹，然后在睡觉。Sunny，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这么漂亮的房子吗？好啊，这里是我们的餐厅，然后那边是厨房的，那是一个小孩子的游戏间，因为我两个儿子。你的冰箱外面贴好多照片哦，17年来这岁月的痕迹。哇，这是你老公很帅哎，这个吗？嗯，我很想。你很想吗？不是他吗？对，17年幸福的痕迹。那我们来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。好啊。好啊。这是你们家小朋友的食物来源，帮老公省到奶粉钱。哇塞，如果我用母乳出题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，可以煮个牛奶锅。煮牛奶锅。对。好，我想到了。不要太难。妈，拜托。来个马铃薯主题的，可以吧？不会那么为难。挑战看看。好。好啊。马铃薯吗？马铃薯，对，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哦。那计时只有20分钟时间完成这道料理。准备好了就开始喽。好的 ，Sunny， 在料理之前也有个重要的仪式，就是要把这个 cookie 围裙交接交棒给你。加油了，好吗？好，我会努力。加油，谢谢。好，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残忍。如果你在任何料理的途中，你又可以使用一次求救牌的机会。祝福你，先走了，拜。今天决定要来做马铃薯沙拉，可是因为我现在只有20分钟，但是我马铃薯需要蒸比较长的时间，所以我现在马上就要求救了，请你救救我。好，时间暂停。准备一锅冷水，削皮削片，然后红萝卜也可以一起削皮，然后丢下去一起冷水滚。那让时间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哦。OK， 加油。好，拜。哎，我太紧张了啦，怎么办？那皮都削得不太顺了。我喜欢吃马铃薯啊。小朋友也很爱吃。我平常都煮马铃薯沙拉。我最常煮的就是咖喱，非常方便的一道菜，爸爸小孩都很爱吃。哎，我会不会削太慢啊？时间有在一直过了吗？切片是吗？这样是作弊了吗？那怎么办？要切很薄吗？拜托嘛，我有切到手过哎，有缝三针的呢。哥哥比较挑食，弟弟是还好，美食他都吃，比较好味。哥哥就是爱挑食，所以他长得比较快要被弟弟追过去了。大家都说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像双胞胎，但是他们真的不是双胞胎。其实我还可以再加一个苹果，哎，一定没有人切得比我更丑的，平常没有那么丑。去盐，然后让它生水。我盐可以用这个盐吗？可以吗？要很多吗？好，自己问自己回答。好。就是有人在旁边的时候，就会很想要问一下。其实现在这里步骤就差不多了。苹果，对，苹果，想大可以加苹果，苹果，苹果。
没有人教我煮菜了，就是妈妈看妈妈煮，以前都不会煮的。结婚，然后要煮给孩子吃，就自然而然会煮一些菜了耶。可是，在结婚之前是从来没有下厨过的。哦，要顾一下，哎，它怎么会好像变成一朵花啊？你看一下，这是这个泡泡，它怎么好像一朵花一样？前面完成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来捣，把它捣碎，捣碎，这样水煮真的好快哦。那我们以前到底在执着什么？我把它直接弄下去捣，因为我喜欢吃蛋白多一点的。小黄瓜沥水，沥水。啊，时间还有多久？不能说吗？对，我很想知道时间多久。快了，好，最后一个苹果。我是买 light， 就是因为想减肥，所以不敢吃太多。完成了。然后我儿子他不喜欢吃蛋黄，所以倒在里面蛋黄也都看不到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吃，这是就很健康，耶、yeah ！哇，试吃时间！ Yeah， 那个慌乱之中还可以做出这道料理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厉害。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啊，那我们来试吃看看吧。嗯，那个苹果马铃薯沙真的蛮厉害的，就除了有马铃薯的松蜜的口感之外。苹果那个酥脆度都整个在口腔边爆发出来，就是比较清爽一点。对啊，对，很健康，嗯，很棒。那如果说盐巴再跟胡椒再加一点点的话，会让整个更有层次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刚刚太紧张，其实可以再加一点胡椒。对，一点胡椒，下次可以试试看。谢谢桑尼今天接受我们的挑战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也欢迎下次再来我家。好，那如果你也想要 Cookie 去你们家的话，请在下面报名哦。请大家多多支持 Cookie 到你家。